老话说得好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翅不飞，光有队员在这没有队长是不行的，依次请出队长来，让我们大家来参观一下，掌声有请九零后的队长。唱跟着这个曲调在歌唱，又是谁在踏着脚，那个 baby 不怕肚子在舞蹈，所有烦恼统统都不掉，所有曾经过我统统都删掉，无视他们的嘲笑，兄弟姐妹一起准备好，跳起来，这是我人生的绝对不谢谢啊，这个三个可爱的九零后啊，演了一个甩葱歌，我觉得特别遗憾。这个我就没这么仨徒弟哈。好，但实话实说啊，术业有专攻啊，不是每个人什么都行的。这几个人里边，从那边说那大脑袋哈，你看他那样像个葱吗？是吧？是个葱也是个洋葱啊。旁边那思密达啊，那保不齐会。挨着那是我儿子，我儿子会不会我还不知道吗？这几个人里边，我估计那个眼神有问题的这还行。他姐夫，张子文啊，你真会吗？必须的。你会啊？来一个。小四。必须的。哦，刚才人家这个小女孩说了，要求你们来一个，你们敢吗？敢。你瞧，列位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你们经常看人家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们在表演啊。这个仨说相声要唱一个，你们愿意看吗？我救不了你们了啊。那这样的话，留下你们仨吧。那几个起哄的，回去，快去。啊，回去，一会儿你们座都丢了。我问一下。你们愿意看看说相声的跳舞唱歌吗？当然愿意了。可见你们的生活多么的匮乏。好吧，舞台交给你们啊，适可而止。来，开始。嗯，最后时刻。这个好坏搁一边，反正瞧一个热闹。刚才我们介绍了九零后的队长。